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优视焦点新闻，我是王庆伟。首先来看头条新闻，香港学生罢课争取普选。为抗议中国人大常委会扭曲香港政改，封杀特首普选的公民提名方案，香港24所大专院校的学生22号下午发动为期一个星期的罢课。这次罢课争取普选行动在中文大学揭开序幕，宣读罢课宣言，并由学生与老师发言，晚上将移师到香港金钟天马公园集会。加州最佳县湾区包办前三名。房地产网站 Movoto 做了一项加州最佳县的排名，结果湾区的 Marin County 排第一，中半岛的 San Mateo 排第二，矽谷所在的 Santa Clara 排第三，第四到第十名的排行为中加州的 St. Louis Obispo，南加州的 Ventura， 北加州的 Placer， 湾区的 Napa 和南加州的 Orange County， 南加州的 Santa Barbara 以及 San Francisco。 广东省与加州缔结为姐妹州省。中国广东省省长朱晓丹21号飞抵旧金山，与加州州长布朗签署友好合作协议，缔结为姐妹州省。广东省是第一个与加州结谊的中国省份。选购欧记健保要先做功课。今年上路的欧记健保法规定，每年只有特定时间开放登记，除非符合特定申请条件。如果要在2015年享有欧记健保，加州称为投保加州，必须在今年的11月15号到明年2月15号之间申请。保险业者呼吁，欧记健保时间紧迫，应该提早研究选择保险方案。特别要注意向保险公司确认自己常看的医师是否在健保网内。环宇学会研讨会培育第二代珠算教师。环宇珠算学术学会21号在华侨文教中心举行教师研讨会，为传承中华文化，鼓励华人第二代加入珠算教学，学会邀请多名 ABC 助教以及学生会员分享参与珠算教学经验。以上新闻是由世界日报提供，谢谢收看。